都係買超多嘢。首先我咧耳仔戴緊嘅呢一對耳環咧，超可愛喎，已經係即刻戴咗。哎呀，但係我想買嘅電話組好靚啊！我而家繼續行。我今次嚟買咗呢件狗狗衞衣，因為我衝咗佢嚟買噶，我知道佢呢個啱啱新出，所以我好想快啲嚟呢度買啲嘢。咁我今日喺編排嘅市集咧買咗 Naso 嘅香水啦，咁因為本身有睇過佢哋品牌嗰啲香水，咁今日就嚟到終於試到啦，同埋可以買到自己想要嘅香水咯。香港の皆さんこんにちは。今回は一番楽しみなのは香港の購入してくださるお客様に会えることが楽しみです。这次最期待的应该就是可以见到香港的客人，因为平常可能在线上或是在社群上面都会有一些交流，但是从来都没有来过香港参加展览活动。해외에나와서제제품을직접판매하고보여드릴수있다는점이가장기대되는데요얼른빨리팬분들과소통하고만나보고싶습니다